请看下面经文：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。这是赞叹诸菩萨自行化他的德能。万物指万法，就是一切诸有。一切万物是指环境，能在任何环境中得大自在，这是真正的离苦得乐。自在就是通达无碍。为什么诸佛菩萨能在各种环境中得大自在，我们得不到？原因就是妄想执着。凡夫执着一切万物实有，于有中又想占有它，占有后又怕失去它，患得患失，烦恼由此而生。诸佛菩萨知道一切万物是幻有，是假有，不是真有，所以在一切万物中是自在的受用，没有分别执着。不但于一切万物没有占有的观念，就是连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占有的念头，这样才能得大自在。菩萨弘法利生，必须有这个能力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一接触万物，不是度别人，反而被万物度了。所以，这是学佛必须的条件。《法华经》续品说：“一切有，像绳子一样打了死结，把人给捆住。要是把这一切缠缚都斩除掉，身体就自由了，得到自在。人为什么被束缚？就是内心随着境界而转，见色闻声，你的心就随着你所见的东西转动了，所以就被烦恼捆住了。因此别人赞叹你，你就高兴，要是别人骂你，你就不高兴。你随着他转，自己没有做主的份儿，叫你高兴你就高兴，叫你不高兴你就不高兴，就为烦恼所缚。凡夫因执着于诸有，爱这些东西，世间诸所有物，功名富贵，妻子儿女，这是着有。阿罗汉着空，就停滞在空相里头，皆堕落在情执之中。大士深达法性，他们当相离相，不是波相离相。所以宗门说：“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”你对于万物，只要无心就是，哪怕是万物来围绕你。有些人总想找个清净的地方修行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心被物所转。如果你的心能转物，不用找，哪里都清净。你看见一个美女，你就行注目礼；如果是一个骷髅头，你还行注目礼吗？美女和骷髅头是一不是二，因为你分别执着啊，一就成了二。再进一步说，物随心转，外物
可以随着你的内心来转，你就随意自在了。净影书说，由于成了圣通，得到了殊胜的神通，所以对一切东西可以变化随意，这样就可以对于众生让他们得到利益，这就成为利物，这个叫做自在。净影提出神通，神通当然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求觉悟，首先要去求神通，那你这个方向就错了。方向错误了，就是要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，你越走越远，将来退回来的路越多。佛菩萨都有无量的神通，所以神通是好事，但显神通是圣末边事，是圣道中摸不了的边上的事情。比起神通，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，那才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地方。这话是黄念老说的，给大家讲个故事，仔细听，看看你能听出什么意思来。唐代有个大祖师叫黄檗，因在福清黄檗山出家，后人便称为黄檗。在他没有开悟之前，跟一个人结伴去游方，走到了一个地方，山洪来了，原有的路没有了，成了河，过不去了。这个时候，那个人就把草笠抛在水上，他蹦上草笠，顺水飘了过去，并招呼黄渤说：“你来，你来。”黄渤说：“早知道你如此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”飘水而过的神僧连声赞叹说：“真是大乘法器，吾不如也。”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？行人如果真能当相离相，也就是转悟了。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竹叶黄花无非法身般若，一切万物都是如此，所以不必等待神通，众生也能自在。我们学佛人千万不要迷恋神通，追求神通。真正的神通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从外面求来的。记得几年前，我说过这样四句话：神通不能求，求了不能得，得了不能用，用了必着魔。实践证明，凡是求神通、用神通的，没有一个不着魔的。清净、平等、觉，这五个字你做到了，自性里的神通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，根本用不着到处去找。外求的全是假的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你把那个假的当成真的，还到处去用，那不是害己害人吗？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念佛人的神通殊胜无比。短短的一句话，十个字，
它涵盖几层意思？我的理解很浅显，能理解到三层意思，说给大家听，供同学们参考。第一层意思，念佛人有神通。第二层意思，念佛人的神通是殊胜的，叫圣通。第三层意思，念佛人的神通是无比的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，注意，真正二字很重要。另外，神通不是用来张扬自己的，是用来教化众生的。千万注意这个用，不是随便用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示现神通。刘素清老菩萨，2012年往生前的倒计时5天，示现的全是神通。实话实说，无需回避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必须说事实真相。我要为后世子孙负责。参加无量寿经一会的贤护等16正士，全是在家的等觉菩萨，大士神通自在。他们正道的地位，跟文殊、普贤、弥勒、地藏是平等的，示现在家身份。他们神通自在，这才能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它没有障碍。无论是事是理，是性是相，是因是果，全都通达无碍。所以它能够随缘变化，饶益众生。